开始录，开始录。真的闻到味噌汤的味道，真的。在我的裤子上吗？不在我的帽子上。对不起的。就闻着香香的。对不起，那我就要洗吗？不用吧。帽子可以拆下来洗。好像可以。对不起。但是那是耳朵呢，耳朵好像穿不下来。皮肤洗，再让你的肠胃除湿除杀菌。我今天只戴一层。
哦，外面雪好大，很大呢。机会转吗？你这种是人要转。哇，可爱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超红色的哎。明天雪也这么大，今天雪也这么大。来啊！正在录，正在录，声音不一样。嗯，搞不懂。有雪吗？没有，你的嘞？我的嘞？你的没有，但是你的荧幕那边里面是湿的。里面？嗯，你转过去。荧幕不管啊，镜头没差了，镜头才严重，荧幕没差吧？那个是荧幕的话，是因为室内室外造成的。完了，哪里完了？好卡哦，好卡哦。
我的右脚卡卡的。你刚刚穿的怪怪，你要重穿。不是，我是说鞋底鞋板，鞋板底好像卡卡的。啊，你要立起来给我看吗？对啊。有血。我看。滑不动。结冰了，卡住了。滑不动哎、欸，要靠一靠才能滑、啊。有差哦，你有感觉？有感觉，有阻力。下面的这里，这滑不动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只脚有感觉，另外一只脚好像还好。有的地方还是有点磨哎、欸，好像不太没有。本日は八方のスキー場にお越し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場のお客様。下去吧。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。好。本日来場観察しております。本スキー場で。
没有，我只是想说就随便滑一滑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没力了。啊？哎呀，雾茫茫啊。就是雾起来了。往下滑啦，很多雪。好累啊、哦！等一下滑红线吧，轻松一点的。下午轻松一下吧。哎，反正就在上面滑。
子没罩住。啊？你鼻子没有罩住。我要呼吸啊。哦。好了，就先走啊。好累，好热，好热，好。走路最热了，太热了。你还要量一下、喔。外面那层，在外面那层。我拉错了。刚问你，你不回答我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要问是外面那层。我没听清楚啊。都是血、啊，都是血。走吧。我没有啊，有，我只是测降而已啊。自己想摔，太快了。你还是可以停下来啊。你刚花太多力气，好，好了，下面都那么缓了，非常缓了。比较呱呱，对，下一下就已经下去
躲在最后面啊。好热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对啊，膝盖有点酸。有一点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没有用什么方式在滑，就是乱搞一阵。从那边好了。嗯，还好吗？对啊，走松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走松一点的地方。
加速差不多的。喘个气。本当です。探しましたよ。もう、まあ、3本するじゃん。3本ある。いや、ウェアはもう何か分かんなくて。いやウェア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て。で、なんか、あの、ちょっと、緑と紺って言ってるけど、結構緑の子多くて。いや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あそこはもう大丈夫。累了，想要坐下来休息五分钟。坐雪地上好不好？好啊，可以啊。你要滑哪一个？滑那个咯。好，那很轻松。一坐下就是个位置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！他今天太冷了，那么多球。好冰敷一下。我这个跟咚咚咚咚咚一大堆，可能有十个 ，OK。哼，为什么？分开的，刮到树啊！我这个、哦、我开的洞，它会不会漏水？啊？会不会跑进去？不会不会，你不要去动它了。那我躺了。啊，躺啊！帽子的状态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躺好了，等一下你又会太冷。不想去啊。坐着就可以了。超多血，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没热身。刚我上一上来会紧张吗？我还好，这样滑乱七八糟，这样不行。一点点。现在我可以分好几种程度，一个叫一点点紧张，还有一种叫超轻松。可以试着怎么滑，这条红线现在算是轻松，快要变超轻松了。它有不同的坡度啊，缓的那一部分已经叫超轻松，陡的部分是有时候轻松，有时候就要小紧张。你就要被埋起来了。你看我的也是啊，这雪花结晶都很大的呢。很黏黏的。那我应该都要冲去 Cortina， 还是明天？明天 Cortina 一定会爆炸。
我主要累的是左脚的后条后面的左边的筋，左脚后面左边的筋。撇到完全后退了，他一撇变成反方向回去了，很会撇。这个绿衣服的，他原来往右，然后一撇又变成回头了。然后之前也是播这首歌哎。我镜头有黏吗？有，黏了两块。没有啊，要出发再弄，不要弄。那我呢？你上面有一颗。我发现黏越多，我看一下我的把我手套倒去。我过来一下。你的镜头弄一弄，不是镜头上面，镜头的上面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了，有休息到，不错。也有冰敷到，因为我不是左边脚的下面吗？你会敷一下膝盖，膝盖就没事。你这样他就来住。有录吗？啊，有啊，正在录啊。好了。好了吗？你鼻子露出来。对啊。OK 了。有吗？我现在用力一吸也是吸到啊。我看，我看。有呢，帮我拍一下吧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帽子顶倒是很多哎。我看我顶也积了不少吧。你看头顶是不是积很多？对，那谁，你不要不要，你往后倒好了。好，用它那个。好，等一下一定会积一大堆。等会等会，我帮你把线刚弄。好了，好。你衣服又湿掉了，肩膀。你这个真的透水性有点差。对，就 OK。
直接下去啦，这个比较轻松吧。还好吧？真的吗？还可以吧。我有想说要回复降钱啊。嗯，现在就先顺顺滑。刚刚你后面有两三个人在打滚。没有。哎，你一转，然后他就被我挡到吗？他自己要选那个路线的、啊，他没办法控制，他自己打滚。好。我转的不像要转弯的样子。因为你的速度还蛮慢的、啊。你有什么问题？那你滑了、啊、你滑了，轻轻松松的滑吧，双手张开，稍微往前保持平衡滑就好了。Thank you.
你说什么？我也有花蛮多力气，我们坐中间吗？坐中间的、哦。对啊。还是啊，你要坐好中间啊。中间 ，Go。有点跳，这个这样子能量的消耗是我们的三倍。大腿那么蹲很累。对啊，你之前很累就是累啊，这时候现在比较不会，你现在一样的波，你花你之前一半的力气下来了。对，我这里还是没办法放到最轻松。没事，只有昨天岩月我有放到最轻松。岩月我也下山的路，下山走三次，所以很熟。嗯，那个下山的路还蛮轻松。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带路的那次我冲很快，没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昨天没有 review。帮我看一下，你也有水珠哎、欸。嗯，还好了，上去再弄一点点。哎呀，为什么我没有扣？哦，只有放这个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可是还有镜头，把我摔倒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很老是忘记扣。好啊，既然怕跳，今天就要练极慢速。我们再来练那个小转好了。正好费力、啊。嗯，没有啊，在很平的地方。我也来练，你也来练。动力，知道吗？我说动力也不够。动力够了。够吗？绝对够。只要有小波都可以练。好吧，这脚很酸，这个脚很酸。嗯。我看这个只有一大早滑才会轻松吧。脚上那样讲，还觉得你一开始就要放弃耶？没有，我看瞄了一眼，觉得有点白痴。后来过了二三十秒，就想说，我再去问一下好了。没有问到就。然后我在讲完话的同时，你也在讲。对啊，就有了。可是你为什么不问今天？你都老了。啊？你都到了，为什么要明天再去？你为什么不问今天再去？因为我今天也有一点点累的感觉。你明天就不累了。又看不到风扇了、欸。嗯。好不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在教学，你看，他用放放放来教。哪里？来，那个绿色的，手放右边，放左边，接着换放放换边，换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边放，然后重心要放外侧。
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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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吼啊。我们是在复习啊，他们上课一次都两个在顾。上次我看他们的话，就是一个头一个尾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带头，一个带尾。然后那个制服好像就是 Evergreen。哦，蓝绿就是啊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啾啾在那里。八字的下滑。他很快就停了，嗯、我都会滑一阵。因为他比较矮、啊，这里也比较滑。嗯，不错。不会太的，要量下来，膝盖要量下来。喂、欸，他是自己准备要打，我以为他就要这样滑过去了。喂、欸，又发现了，喂、欸，有一次。他应该要去美食。之前他连普通的滑都不是很会，对他来说不会太陡。嗯，应该说他上班，他连正常 S 应该都没有。他跟我们一样啊，以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坡度。所以我说他不应该在这里练，身体会想往后缩，然后他身体往山上缩的话，他就更停不下来。他上半身要往前凹下，鞠躬下去才有办法。你的镜子没有出来。没有，我应该。你的镜头连了一个很大的时间。盘走了，没有。好，下次，下下下下下。可以的啦，你先滑下去一点吧。我的镜头没有挡住吗？没有。确定。他们是也在上课吗？还是怎样？有那感觉吗？有那种感觉吗？我看你做做看。不会啊。不会吗？有，哎，没有，算了，休息。反正出锤的时候都救得回来。你真的是现在往这边的话很习惯扭了，往这边的话会自己担心，对不对？嗯，往左转的时候你就转得过来，往右的话早上转不到过来。不会啊，我就说我左脚现在比较轻。嗯，那你再转几下看看。往陡坡的时候。嗯。右边是蛮右的，就是说我扭腰，就是说我。小转的时候可以扭啊。哎、欸，有啊，很好，这下很好。你刚好像扭得不错啊，好像。嗯。你自己觉得嘞？很累。扭不是很动。嗯。其实我们教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轻松？我们应该请个老师。
是啊，下次。其实啊，那种跳起来啊，是一个取巧的方法。然后正式上课的时候，他是说压力要释放。我们平常这样子转的时候啊，我们这只脚不是说压得很实吗？这样子绝对没办法转，这样绝对没办法转。你一定要把它弄成平的时候才可以转。所以啊，上次Sherry就教我们说，你放开试试看，就是教侧滑的时候，在放开的时候才有。好，停了停了。那就是说，在你，还是一弹进去比较难很久。可以啦，收回去，收回去。所以啊，他就会教说我们感受一下放松的时候是怎样，因为只有放松的时候才可以扭，好，放锁住。然后呢，我原来那个什么自己训练的影片就在教这个，他是说侧降的时候的要诀是什么呢？侧降的时候，人其实是这样倒的嘛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板子是不是就一起滑下来？板子要不滑，是不是板子要立起来？但是你那个时候又不能整个人过来，所以他的要诀是这样子，上半身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就是说这样子滑滑滑滑滑，屁股一扭就停下来，滑滑滑滑滑滑，屁股一扭就停下来。哎呀，然后停停停停停，对啊，他是在讲这个，然后其实重点不是说停下来，重点是说松开来。松开的那一瞬间，你就可以转过去，这样。然后我看影片是这样讲的，卡住了。是，但是这里很平，所以我弄一点速度再转。然后他说还有另外一个练法是练刹车而已，就是说你先直往下再练侧刹，就是说只练刹车就好了。停，抽，停，抽。对啊，我就没有扭成这样子，刹车的那一瞬间是一个小转，我就停不下来，我侧刹常停不下来。所以你其实只要练侧刹，练到侧刹越来越稳以后，连起来就是小转，然后左右侧刹分开练。那在这种缓坡，你就往下一点再侧刹，哎，成功。所以你可以比较左边跟右边哪个比较熟练。然后这样子就是连续一点就是小转的，然后就顺着这一道下去，再顺着下去，在准备要扭之前呢，往前弯腰一点会好扭一点。所以我教你另外一只脚抬高一点，避免另外一只脚分叉。你就暂时用另外一只脚抬高一点，让它不要被拉远就好了。对啊。
好像热起来了哈。反正很热啊。嗯，好啦，溜一溜，或者说你要练或要溜都可以，随便你啦。好。都可以啊，哪边人多啊？是啊，有跳吗？这一次？啊？我觉得有点累了。我是说左脚那个酸，一直在酸。右边啊，你说下去的地方吗？这次还比较速度，人多的时候它速度会不一样吗？不知道。其实可以
都没有追，要追过他的机车，就是一样快。哦，嗯，甚至今天好像他比我们快。没有没有，老是怀疑旁边要比我们快的。桃红色已经上来了，就一直在那啊。嗯，一样快。我利用这个东西比对那个距离，因为一直都没变，跟我一样。嗯，对，我左脚比较没力，或者是说左脚用那个转不大过来。你是说现在是说你摔倒那一下让你膝盖痛？不是，是左边的下侧肌肉。嗯，对啊，那一条一直很累。我又落后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反正就坐久一点休息啊。嗯。那时候连坐着，这个大腿后侧被这样烤啊，那边哦，好酸，现在已经。像我们这样来白马也算不错吧？不错啊，我觉得不错啊。如果你新年这一次赌北海买北海道的，就真的是花了钱又没花到什么，就运气不好，运气不会冷死吗？还要负三十负二十的啊，不能出去滑，都在室内啊，怎么办？你的变成水珠了。哇！哪里？已经擦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又抹了一点血上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弄开，弄开，好的，没了。手都变我的抹布了。嗯哼，原来是手帕。是手帕，就是都拿来伸。哎、欸，他在教啊，还是在怎样？不是，哼，不是，在那边扭。嗯，不要了。这个脚在硬扭，其实是在扭屁股。我对啊，不是扭，是扭脚了。但是理论上是整个屁股那一端是腰在扭。只听到结尾，没听到中间讲什么。是叫你放下 safety bar for your own safety。嗯，没放。没放，好好的，这还好，又不是很高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戴尔又涨了。嗯，我看没有啊。你的已经有小水珠了。嗯。不要。嗯，说好就。而且你的，而且你也是让我东西，不要再踩我在上面。好，刚好压住。嗯。还是今天要不要提早收工？啊，是因为你明天要上课吗？也不是，觉得比较累的。啊，太阳点多哎。啊，是啊。对啊。好啊。哎，那你去上面，你真的不想滑，你去上面坐着等我。这样。没有啊，我就放轻松滑、啊。没有啊，你真的不想动，那你要不要在上面等？我没有不想动，我是。还是你是要回旅馆睡嘞？还是？没有啊。我就是，那我就用很轻松的滑法好。本来就是啊，你自己也一直告诉我轻松滑啊。嗯。我也想要拿着瓶子，我喜欢，其实我不喜欢拿杖。可以这样试试看，你不然你等一下这样试试看，我看你滑的怎样，跟你后面。
这个扭了一下又收不回去，又扭了一下，东看西看。你这样脖子应该也很酸，你不要看过。谁的？好啊 ，Snowfall 的人。哎呦！这样也回得去啊，直下就可以了。这个人很荧光呢，那个红的是老师吧，他刚刚就有示范。是啊，两只脚很合并的，很合并的滑板，好拼哦，就是没有办法拼耶。我现在一只脚渐渐可以，另一只脚不行。两只脚要分开，我想要平，好像比较漂亮。嗯，我是以前以为平，结果很开，然后我猜这一次已经一个弯已经收起来了，回去看影片才知道。好多人卡在那，好了。我怎么下不了车？我也不知道。屁股被卡开始。滑得很顺啊。比刚好哎、欸，是吗？是吗？好像是。
人呢？找不到清楚。哎，在后面。可以，你要吗？找到东西可以练了，什么？就是把脚并起来一点，而且并起来一点，我左脚好像用不着那么多肌肉，比较简单一点。那左脚下侧肌肉很啊？你要多滑，你要多滑才敢那个。我现在又往左滑，我已经敢身体朝一边倾斜，这样子重心也不会跑掉，但是。左往右转还做不大到，左往右转会变成脚开开的在护着，然后因为脚开开的抓地力没那么强，所以肌肉要用比较多的力量。我们等到我们两个啊都会到这种 level 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做花式，就交叉式或者是一体的。这么小都好合哦，好好哦。嗯。你脚就很起来了，我猜下次再加个九天结尾你就开始合起来了。我觉得啦，多滑真的有用。喂，这脚合不起来。有啦，你这次跟上次比算完全不一样啊。往前放啊，放在头顶是看不到底的。嗯。欸，看这个，看这个全身黑的，倒退路的这个，看他怎么练习小转，他是用内八小转。欸，刚出完失败才用，没有。他有隐形的棒棒，他没拿棒棒，但是他的手势很像有隐形的棒棒。对啊，他的脚都好平哦，他脚很好。这个是，没有很平哎，左扭右扭，哎，他内脚抬起来一下。
喂，老师在哪里？搞不清楚。嗯，我的镜头有水珠在正前面。嗯，我们两个都是，对啊，一点点，我弄一弄好了。好，我来。我用手帕啊。你再照一照。我在哪里？你自己，还有再擦一擦，再擦一擦，再擦一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要不要擦？没有，我在。啊，拨不掉，不管，不要动，那是冰块，不要动它。冰就让它冰。你是一点出来的，还是一点半？一点。滑了一个半。啊，是哦，现在几点？是两点半。好了，休息一下。我们滑这一趟坐上去。坐旁边那个车。对对对，那比较高，然后撸回那个出口。再怎样都比盐越好，走半天。对盐越很多怨言。有啦。我觉得。好，我来研究我的脚怎么比较合适。我觉得，侧降，再学侧降，再学点照，又点了一下，老师就走了，这样就站起来了。就是你先滑，从下面往上看我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想知道我自己自觉的自在滑，到底有没有自在？你要回家看是不是？对啊，回去才看啊。你只要看着我录就好了。找到合并还是病？天哪！你不要管合并啊！他的病，我的膝盖要碰在一起。那怪怪的哦。不要太勉强就好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正在滑，准备去坐那个最右边高一点的缆车，也是打算要去休息了。滑走了，就这么滑走了。一开始还很舒服的，后来就突然间 pose 跑掉了。
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在我眼睛看来，我跟你已经很近。我只有一边好，一边比较差一点。怎样子？我们接的脚上脚摔到都脚都抬起来的那一种，然后抬回来之后还是摔到。至少你成功拉回来一次，不然你可能脚都快劈开了。现在都知道内脚抬起来的救法，还不错。就也要三点哦。
爽了。啊，对对对。我忘记你要我看什么。哦，没关系啊。有啦，后来回头看了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反正等你停住的时候，我再滑掉。而且那边一直跳跳跳。我也没办法，都看起来很镇定，我就会跳乱七八糟。没有，我就跳到不大会做出更斜的 pose。我现在想知道我自己身体可以摆多斜。嗯。哎，我踩在你上面。好了。回去全身都要修理。脚踝啦，膝盖啦，脚踝啦，脚踝是过年那个。踢下去的时候，左脚也有扭到。哇、哦，超大雪！真的，嗯，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挂雪板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，是滑到下午比较累。膝盖才会痛。什么叫挂雪板？我之前是这样，雪板这样挂着，哦，悬空啊，哦，它都撑在膝盖上了、啊，脚油，我膝盖就会痛。之前很痛的时候，现在都不会，现在真的不会，以前都会。嗯。这个小孩在干嘛？哇！就我觉得他微微做这个什么动作，不大搞不大懂。我现在是有点想不通，我到底把报道的那一张纸塞到哪去。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留在背包里啊。不会你塞到我的背包去了。嗯，这是可能性一。我背包就放你的背包，那你应该拉开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东西很乱，是我的、啊。嗯，可能性二就是说我应该收在那四袋东西当中，因为我的那四袋塑胶袋我就分别摆放，因为有一天不是要搬家吗？然后背背包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东西不要背在身上。那就不够纸啊，还是不过没差，我那个我也用不着印出来，我今天就直接把 reservation 的 email 给他，他果然找了一阵，然后就疑惑的说你这是 prepaid 的吗？对，然后我说不这是 free 的，他可能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找，好像找到了，嗯，然后就帮我改登记成明天了。外国人还是日本人？外国人，那都是外国人。他那里面都是外国人，没有日本人。都是外国人，也许有日本人吧，但是他们这里面那个 school， 我觉得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外国人。好像老师都讲英文的。对，而且一定都讲英文，而且几乎都外国人脸，柜台啊什么都是。嗯。对啊。我看一下我的镜头。你的 OK 啊？你的好像也 OK， 就一滴滴水而已。嗯。你这个水带回去，赶快要弄干，不然要换掉。我把它放在那上面好了。会不会太热？应该是不会。它自己发的热度都更高。但是没有那么久啊。那久没关系啊。我想明天早上早一点，礼拜一早上早一点，六点起床好了。嗯。起床收东西，收雪板。嗯可以帮我吗？嗯，我都要包着跟棉花棒一样。六点起床，只要收雪板吗？干燥室把它拿上来啊。其他都收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只要多收雪板，那这样时间应该够。六点起床，因为你还要走，留个十分钟走去巴士站，拖着行李走去巴士站。那时候如果下大雪，也有点烦，一点点。感觉做了很久呢。加固，好想要加固。加固，有气的面包。那个树冰又掉下来一点点。树上的雪啊，你看一直一点一点在掉，越积越多。太重了。要掉了，要掉了，哗！
掉，哗哗。狮吼功哦。啊？狮吼功啊！哈！嘿嘿嘿嘿嘿！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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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掉了。我的音频比较有用。是吗？我有狮吼功。真的没有叫就没再掉了，好，再试一次。好，你仔细看这边，没有对不对？有啦，后面再掉啦。鬼吼鬼叫。好了，放放放。嗯，小推两下。哎，不止两下。其实比较高，有点烦。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有个人扛着雪板滑走了、欸啊、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有个人扛着雪板滑走了、欸、我在想那算是小偷吗？真的吗？我怎么知道嘞、欸、他扛着雪板跟放放然后就滑走了，真神秘。真的在拍了，谁在打你？看你的肩膀。你要不要帮我检查一下，我刚刚拍什么？头歪着。
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这一个门不会开。还没停呢、欸。啊？还没停。对啊，还没停呢。哇、哦，脖子都是，脖围里都是。好，可以了。走了，用走了就好了。前面右边进去啊，前面，前面往右，不用开门。好个地方。好了。上厕所。对啊，上去啊。那么水呢？你已经关了是不是？关了。